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好，我们皈依三宝，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啊，翻开经本第138页啊，138页，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啊，从第二行，第二，确认文字语气都非常肯定，让人不能生起疑惑。啊，我们看这个文非常重要啊，确认净土法门为一尘了义，万善同归，三根普被，凡圣齐受。横超三界，净等四土，极圆极顿，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。到这里是一小段，教我们认识法门，我们修学能不能修成功，能不能得经中所说的殊胜利益，完全靠认知啊。所以这几句话摆在这个经文的开端，告诉我们这是一部什么经，知道的人确实不多。所以认知比什么都重要，它是什么经？一尘了义，一尘。佛给我们说法，有一尘法，有二尘法，有三尘法。可以分很多，
一乘是成佛的法，二乘是成菩萨的法，小乘是成阿罗汉的法。你希望成佛呢，还是成菩萨呢？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都是说，我想成佛。成佛，佛就给你讲一乘法。一生成佛的法门，那就各就是了义的了。一乘了义了，了是明了，义是义理，全通达了。万善同归，事出事情，一切善法都在四十八愿当中。四十八愿就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净宗同学，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！不懂，你无法看破，无法看破，你就无法放下。放下看破，是佛法的入门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就没有门可入了。学了几十年，不能说白学，只可以说跟佛结了法缘。有没有得受用？没有。什么叫得受用？用念佛法门做例子，二六十种起心动念就是一句佛号，这就对了。如果还有别的念头起来，别的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你没成别啊，谈不上功夫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为什么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？我们确确实实对于一乘了义、万善同归、三根普被、凡圣齐修、横超三界、精等四土、极圆极顿、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一无所知啊，所以功夫不得了了。如果我们对这个明了，就不会了。该放下的要放下，一切妄想杂念都要放下。佛法里面经教法门也要放下。为什么？你如果不放下，净土一乘了义的法门你得不到。你想得到这个法门，就必须把八万四千法门统统放下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就不障碍你。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些会障碍你，所以我们不能不特别留意。啊，学佛学了三四十年了，为什么妄想杂念
从早到晚常常出现，常常发生。这说明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了。这是我们第五次无量寿经的学习，我就想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中心，学习的中心，如何落实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再关心了，不再操劳了，统统放下，让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起，在这上下功夫，我们相信善根深厚的几个月一年功夫成片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许许多多人三年功夫成片，功夫得力了，只要对世间没有留念，对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没留念，我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只取一个法门，就是信愿持名啊，就取这个，其他的不取。佛法也放下了，何况世间法？那么，功夫就很可能得力了。功夫得力，抓紧，绝不放松，要像海贤老和尚那样紧紧地抓住，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榜样，跟他学习没有一个不成就，要真学，学什么？该放下的全放下，该提起的绝无中断，这就对了。念老慈悲，将祖师大德这些重要的话语都把它抄在这一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，读这一部注解等于说是把三藏十二部你全读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乘法，不但是一乘，是了义。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绝不放松，真心真愿意往生，这个重要，这个真心。我们说真心都是假话，为什么？这个世界一切万事万物没放下了，还常常挂在心上，
念在口上啊，没放下，一样都没放下。啊，所以要学。老和尚真放下了。出家剃了头，师父教了他这一句佛号，叫他一直念下去，他这个时候就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我鼓励他，他念到功夫成片，应该在25岁之前。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的，5年应该得到这个地位，功夫成片。得功夫成片，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。啊，你见到佛，定中见到，梦中见到，啊，佛来帮助你，透信息给你，这个信息多半是往生，啊，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，放心。信心真足啊！世间、出世间、出世间一切佛法，一切佛法不能贪的。世间法不贪，贪佛法，佛是叫我们把贪心消除。我们贪心存在，只是换了对象，把贪世法了换成贪佛法。还是他，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？障碍你往生，障碍佛菩萨的戒引，阿弥陀佛的戒引，走到你面前，你怎么贪心还没放下？佛就离开了。啊，当然这也不容易，有这点功夫，觉悟的快。怎么觉悟了？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不必很久，阿弥陀佛第二次来了，第三次来了，常常来照顾你，你心定了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万善同归，断恶修善，是帮助你长养善根，善中之善，是出世间第一善法，有没有？有。在哪里？信愿持名，就是第二善法，就是万法善同归。我们不知道啊，如果我们知道，就会像闲公老和尚老实念佛。念佛是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肯定是念念不断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你心里头没有念头，只有阿弥陀佛，清清楚楚，
记住啊，这是万善同归啊。归到哪里？归到性海，归到自信。啊，自信，万德庄严。这个时候，你能体会得到。啊，这都是几句话，从一尘了义到金灯四土，极圆极顿，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。今天这个法门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对不起佛陀，对不起祖师大德，我们遇到了没真干啊，这就是原因。世间法的习气养得太深，虽然两目佛法，世间法还舍不得放下。啊，学习佛法的人，遇到这个法了，学了一段时期，放弃了，换别的法门。末法时期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这个话是佛在经上讲的，不是骗我们的，是让我们提醒警觉。啊，我听说最近又有人在提倡念佛往生净土，很简单，很容易啊，念就行了，待业往生，什么都可以带去啊，根本这些那些都不必谈。听说有不少人相信了，经也不念了，教也不学了，戒律也不要了，以为这就能成功。这话是魔说的，不是佛说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学习经藏，没有说不要不持戒了。若不深入经藏，你就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。这个重要啊！现在这个世界，众生福薄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乱世啊，什么乱了？思想乱了，行持乱了，一切环境通通都乱了，真的是乱世。怎么办？依止如来的经教，从经教里面找出我们的出路。啊，找出我们的智慧。
我们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。我们下定决心，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啊，所以这一部经《无量寿经》乃净土群经之首要，念老为我们指出的，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汉、魏、吴、唐五种原译本，《广结精要》。原始众妙汇成精进，现在退为无量寿经之善本，就把这部经介绍出来。那么现在对这个本子批评的人还很多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都受出影响。啊，外面甚至对人身攻击的都很多。啊，我向大家说，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，我一个人还相信。为什么？我的老师爱护我这个学生，不会骗我，老师传给我的，我要不相信去换别的本子，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？啊，所以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宣布，全世界人都不相信，我一个人还相信，绝不怀疑。啊，现在环境逐渐好转，相信这部经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好事。可是还有许多人在劝你不要学这个经啊，或者是学五种原译本，或者干脆叫你通通都不要学啊，甚至于说出来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三顿上中下三，那我们是下下根人，不是上根人。经教这么难，一生当中出去说佛有更妙的法门，待业往生，别记住，不要忘掉。啊，只要临终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可以往生。不必讲求功夫，这些言论都是错误的，都是害人，都是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条道路堵塞。非常可怕。那我们不能不重视。前面我曾经提出，我们早年在洛杉矶成立第一个净宗学院，我提出戒律
无垢啊，第一个今夜三福里面有三条，第一是孝养父母，第二是奉事师长，第三是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里的有戒，这就是戒条。三福六福是佛法戒律的大根大本，只要把这个抓住了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向往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我们要学，要认真地去学。六合比什么都重要。修得再好，如果跟人相处不好，造的业重啊。为什么？你在破活合僧？破活合僧是什么罪？堕地狱。破活合僧，无逆十恶，无逆里头最后一条破活合僧。果报在无间地狱，不能不重视。啊，三学戒定慧。那么这一句话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里面有没有戒定慧？有。你心里只有佛号，没有杀盗阎王。所以戒去除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那就是定啊。你能够坚持，不放弃啊，不听信谣言，相信佛的教诲，那就是智慧。三学是小乘，是入门，提升菩萨六度。六度第一个布施，是什么？最殊胜、最好的布施，是做榜样给大众看。好啊，这个里头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统统去做。啊，我能够把净业三福做出来，把六合敬做出来，做给大家看。
这是真布施啊，去影响别人，持戒榜样就是持戒。也做个人看啊，忍辱，忍人之不能忍，清净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一天到晚佛号不离口，除了睡觉睡着了，醒过来了，阿弥陀佛又连上了，这精进呢，真干呢，定慧具足，有定有慧，虽然不认识字，世界事处事法样样都通啊，样样都懂啊，样样都做很好的模样给大家看。无科最后是普贤心愿，普贤行愿第一个离尽诸佛，我们没做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入华严境界。普贤菩萨等觉菩萨，再向上提升，圆满成佛。所以，普贤十愿就是成佛的标准。佛是什么样子？我这个说法容易懂。佛离尽诸佛，诸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是我们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所以戒经教给我一切恭敬，不但对一切人恭敬，坏人恶人都恭敬，善恶是他的，他只要是人，我就知道他有佛性，他现在作恶受报，将来遇到佛度他，他还会成佛。我们有没有拿离境诸佛的心去对一切人、一切众生？小的蚊虫蚂蚁，普贤十愿不容易做到啊。真难啊，谁做到了？普贤菩萨做到了，称赞如来。我们对佛菩萨、对善人称赞，普贤菩萨对一切众生称赞，
众生作恶，一时糊涂，不是永远不开窍啊。他要遇到佛了，遇到菩萨了，遇到佛门弟子了，他就有得度的机会了。啊，念佛的人看到这些小蚂蚁，看到一定会念阿弥陀佛。他有没有听见？业障重的听不见，善根深的他听见。连一切小动物都称赞，怎么称赞法？阿弥陀佛称赞的，真的是自他两利呀！自己念这句佛号，对方也听到了。听到听不到我们不管他，我们诚心诚意念这句佛号给他听。希望他离开蚂蚁身。无量劫来总修得有一些善行，累积善行，回到人间，回到天上，修学的机会多。人天比畜生好，好在哪里？好在这里，闻法的机会多，修行的机会多，成就的机会多。啊，是称赞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十愿第三个，广修供养，最重要的法供养，全心全力去做。法能帮助人救，法能帮助人离苦得乐。啊，法供养，得聪明智慧。啊，法供养怎么修？佛法的经典介绍给别人。啊，现在有光碟，有这些仪器，很方便。啊，有听经的，有共修的，自己一个人可以跟大众在一起共修。非常方便。过去三四十年前想象不到的，今天都可以做得到。啊，所以把佛法，把一些善法介绍给别人，劝导他大家断恶修善，都属于法供。啊，财供养，无为供养，啊，无为是让他心安心定，保护他，没有人障碍他，
选它，这一类都属于无为，让它认真平安好好的修学啊，有困难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，发供养比财供养重要啊！法能帮助人开悟，法能帮助人了生死、出三界，财不能。啊，所以这些都要会看，要遇到缘要珍惜啊，遇不到缘不必去想，想是妄想，有缘就做，没有缘就不做，这个都要知道。下面忏悔业障，忏悔注重在改过自新，不是拉念忏悔文，不是承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承认自己过失，求佛菩萨原谅，不是这，这些都错了。忏悔是把自己的业障消除，注重在后补再造，天天干坏事，天天忏悔没用啊，今天干的坏事明白了，以后绝没有第二次重犯，这叫真忏悔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真忏悔的人少不多，误会的人很多。下面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很重要啊，别人做好事，我们有体力，我们有财富，可以帮助他。他已经在做了，帮他做得更好，帮他做得正成功，更成功。这都属于学习。啊，下面四句无比的殊胜，请转法轮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这是真的，佛法一定要有人说，所以要传呢、啊。没有人说是迷信的，佛法是破迷开悟，不是迷信。请谁来转法轮？找会讲经教学的法师，那是缘遇到了好事。最重要的，请自己出来弘法利生，大家都不干，我来干。干这桩事情很辛苦，障缘很多，
啊，自己想在这里得点利益很少，这是现在的状况，古时候不一样，古时候的读书人对学佛的人，无论在家出家都非常尊重啊，自己不会，请教的地方很多，听众多了，请这些懂得佛法的人开小讲座，三个人不少，300个人不多。小型的讲座，慢慢法缘兴旺了，听众多了，可以建讲堂。现在可以录像，现在有电视，有网络，说法的人少了，但是这些科学技术古时候没有，现在有这个方便，我们把它录像宣传，劝人劝人，有时候要陪他才学，不陪呢他不学了，要把他带上路，使他有兴趣，这不是一朝两朝的事情，要功夫，有缘决定不要放弃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有一个成就，能够利益很多众生，这庆祝庆祝完了。啊，首先请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请佛住持，不能让佛教在这个世间断绝了。这就是请佛住持。自己一定要有好学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不恒顺，众生不听你的，恒顺他听你的，你好好的引导他，帮助他，让他回头。上面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，统统回向，回向三宝，回向众生，这是普贤誓愿。那么今天我们随顺随喜功德，遇到无量寿经会解本，我们不识货，我们的老师识货啊，李老师，跟李老师同一个时代的，在家出家，我们认识不少大德，他们人活，我们就学习，
啊，好的法宝，要全心全力的弘扬，希望这个世界人人都有缘接触到，人人都有缘遇到，啊，都能够认真修学，佛法兴旺起来，灾难就化解消除了，帮助这个地球恢复安定和谐，希望古时候的太平盛世再往后我们也能看到。所以我在经文上遇到这些，特别我们在劫难时候，他真的末后几句化解当前劫难，唯有专弘此心，专念阿弥陀佛。这几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，尽心尽力。别人不肯干，说干这个事情是傻瓜，我们愿意当傻瓜，我们愿意干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另外还有两桩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有没有这张大字体？有没有？汉学传承版是我们这里办的，汉学传承版，驾驶古文补习班。啊，大家就更清楚了。今天起正式公开接受报名，3月3日起正式开课。授课的老师有张友恒教授，有林荫丽老师，啊，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，啊。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文虽然不多，它太重要了，我们必须记在心上，永远不忘。